有精神。明天早上那还要共同时间的。啊，没有没有，就是他要工作，他还要吃饭的时候对。今天从昨天来休息都不是很足够很好，睡眠品质好吗？嗯，睡眠品质。那这样看起来的话，他觉得就是还是明天好吧？对，我自己也比较倾向是明天。那就是财务的部分，因为我们今天下午新选出三位财务，对不对？对，那就是后来就是可能请财务跟张老师这边就是接洽一下。对，那今天的那个车资的部分，就请大家就是之后再向财务申请报备。那财务有笔记本或笔之类的东西吗？就给钱的就叫在旁边签了。好，那就麻烦你们了这部分的事情。那接下来的话，就是之后的两个礼拜，那晚上的时间，我自己是觉得说，就是我会希望是我自己的看法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就是这个礼拜的晚上，你可以先想想看我们做什么。那么下个礼拜晚上的，然后下个礼拜再说。对，因为可能下个礼拜环境会不一样。嗯，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人想想。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像课程啊，如果说瑜伽课程还在下午3点的话，那我们等一下回来休息，我们整个下午就都必须要留在。没有，那是跳舞。瑜伽原则上是早上，除非那个老师有事情，他会尽量早上6点半。你先过去整理，原则上。早上 ，OK。早上。好，那才大姐刚刚提的是瑜伽部分，我刚刚提的是晚上活动部分，所以这是两个事件。对，那这两个事件就是还没有其他有其他看法。或者我假设问这一个礼拜有没有人还想回印度门那边的？有没有？不会吧？想说下礼拜就是礼拜五之前不会再往，没有什么必要嘛，对不对 ？OK。安老院大概形态跟台湾很像啊，只是老人是外国人啊。那安老院这边，他目前有志工来吗？偶尔会有，会有其他的吗？会有固定的吗？固定的不敢讲，有他们固定有每个月来或什么去学校。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先把明天的事项分两组？像不是要制作那个海报？好啊好啊。然后那个表演的那个就表演组去负责，然后海报的就海报。是不是还有一大还有一些人下来打扫？是不是？对啊，就先把那个组别分出来，然后就要分三组了。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打扫来打扫？那个如果说要分组要表演，那就是说只有少数那几个人表演的意思？不是，我意思是说你们把。东西想出来，然后我们可能就是大家在集合，找一个时间练习啊，对，举个3点以前就练习啊。负责去想那个节目这样子。假设下午吃完饭休息一下就有。啊，那海报组就负责把海报完成掉。嗯，还没有其他意见或看法？好，那我重述一下我的理解是说，就是有一组人嘛，他是在同样的时间负责去规划活动，对不对？那接下来的话，因为有两个活动嘛，一个是针对明天的活动，另外一个是下个礼拜安养院的活动。那安养院的活动可能是之后可能还要再做一次，对，就是先来的先处理。那再来是同样的时间里面，有人是负责做海报的，然后有人是做打扫的，是这样的意思吧？然后规划的部分就是规划好之后再找一个时间起来练习。那问题是说，那个有什么对我们那个表演量有什么期望吗？那就5分钟随便，高兴不要紧，不要紧。可以，我们明天也可以稍微，因为明天早上我才能去找神父问。啊，你就随时跟我联络，那我们可以问一下安老院意见或这边的开会，或者其他人的节目是什么？确认一下这样子。schedule 要重新看一次。这样我们到时候才知道要不要上场。那如果没关系，我们也是可以先练的。如果练着，如果明天没有用，那就下礼拜安全用。哦，运气很好了，碰到50周年是很好的事情。对，因为我们本来是在哪？我真的忘掉这件事情了。对，我本来这个礼拜应该不是在这边。对啊，对啊，刚好恭逢其时。刚好碰上，所以彩云子跟我说，我们很感谢天主了，真的今天都还蛮顺的。OK， 那我们可能大家觉得这三个工作里面，哪一个工作是比较难度比较高的？我们可以先从这一工作先开始认定。策划是不是？你也没做记录啊，哎，要有人跟记录啊，应该对啊。好，所以那我们先从策划开始好不好？你可以吗？那有没有人自愿要策划的？我可以先举，对，以身作则的。策划表演，对，就是规划这一个内容，然后我们20个人的角色分配，或是
组别这表演里面的一个规划调整是什么。对，因为其实这件事情是大家的事情，嗯，所以我会觉得说可能大家都会有角色上的参与。那还有没有人其他就是想要来参与这部分？只有一个人规划，大家可能不太想表演哦，会有风险。我参与。好，参与大姐，谢谢。还有没有其他人？大家有没有现在有什么想要五分钟内有没有有现成的比较合适老人家的？嗯，对啊，请问表演是只有我们表演，有没有其他团体表演？有啊，应该有。那有，所以我们是插进去而已。那他们的节目应该都知道了。所以我们明天问。他有一个那个流程表。冷没啊？你冷没啊？你们不知道那个？哦，目前我刚有问到，就是他们两个学有刚好有录播课，所以之前播出来，然后可能就看明天他们那边设备有没有麦克风，就对着那个 speaker 就可以大声。反正我明天一大早会去切这些事情。那我们的 CD 就可以播。我们听他是有没有现成的？有现成的律动歌。比如说什么？Beauty up 那个哒哒哒，那哒哒哒有点累，跳起来挺累的。那大家一起来，对，好，一起来，好，那我们就三个了，对，那可能人数还要再多一些，所以我们先跳过这一组，那接下来进行下一组部分。那接下来就是有关于美工海报制作，姜老师刚才说的，我觉得蛮清楚的，还有没有觉得就是还不太了解？都了解吗？好，那海报跟打扫，大家觉得要先分配哪一部分？难度比较高，打扫吗？那我们就先从打扫开始。那打扫的话，老师请问打扫范围是？就是我们先从窗子，这栋，还是说这一层而已？这原则上是住你们住的人开始，有人会进出的地方啦。这两层，所以就这两层嘛，底下这一层跟上面这一层范围是这样子。那好，那有没有人要？我想我至少感觉是至少门窗啊，门窗的黑哈、还有我觉得买拖把是不是？对，拖把，对，拖把如果可以买回借，如果要不然就买一个，至少这里的拖把弄得大家可以坐地上也很好。水桶之类的，因为水桶好像每个房间都有啊，每个房间都有。垃圾的桶也可以啊，垃圾桶。这是给我们装水的，有个装垃圾的好像也有。又看到垃圾桶，又看到垃圾桶。一进来不是有一个？外面大桶，外面那个不贵的东西再买都没有关系啦，反正我们就弄一点钱。那打扫目前有两位，那还有没有其他？你要赶快举手，等下都要来策划表演。两三分之一差不多了，有了五六个可以了。五六个可以，可不可以举一下手啊？三是打扫吗？打扫，一二三四五六，而且那有没有伙伴可以帮我们自愿认一下，就组长这一组组长？好，信飞，对对对，举手，对，不要看到，不要进我拍，好，拍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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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清洁有一个，那你要记得清洁，卫生，有一个题，对，请说，因为其实它蛮大间的，那如果说需要买什么材料的话，因为反正美工他们需要买他们的东西。统一材料，你就写下你的需求，对啊，好不好？神父有的我们就神父拿，如果没有我们就买。现成跟神父有没有？而且不一定明天一天做完呢、啊，对啊，可能后天、五天还有下午啊，对，因为我们还有后面的人要来啊。嗯，那新北组长是要留对，新北组长，麻烦你就是认一下你的那个组员，好不好？等一下可以请他们向你报道。麻烦你规划一下那个很需要的器材啊。你不是美工的吗？怎么跑掉美工的？那请问一下，那剩下还没有被分配到工作的是全部都要加入美工组吗？他们美工组的。我们彩色笔什么是很多，就是缺纸而已，还跟 print out 的照片。美工组需要多少人？他有电脑可以。对对，现在我就是要找列表机就是了。对啊，就可以一起列出。好，那所以美工组需要多少人？像那没有举手就还有对啊，还有多少人是没有分配到美工，没有到任何一组的？那你没有举手，美工吗？啊，你嘞？策划。表演四个。哦耶！对，谢谢。我们下去自己跳。五个的，谢谢。啊那个你嘞？佩芝。惊喜！我刚刚没有忘记你。你让大家辛苦。好。来，我们这一组，所以你们这一
你要加入这种吗？加入一种打扫有海报，然后还有那个舞蹈社、表演社，反正都要来跳。你先来了解状况。好、啊，那就把配置带一下我们这一组这个。好，谢谢。那请问一下，除了就是辅仁大学的三位同学之后，还有没有其他没有被分到？然后其他都剩下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吗？八个美工。美工到底要做什么？问一下。不是，就是做两个 poster。两个 poster。然后有英文，对，应该是不是？然后还是要 print out， 还是要。老师，我想问一下，他们明天的会场布置需不需要人力帮忙？对，也可以过去看看啊，提前对啊，对，这是个对的，对对，那我就切一半，一半跟你过去看啊，对，跟你过去看。